我没跟你说过吗？我的小名叫日日，英文名就是 Zen。 你这名字也太草率了吧！不会吧，我叫日日，你叫月月，多般配啊！真以为我走了？嗯，我本来啊确实打算走，而且永远都不回来了。可是我一想吧，这个餐厅怎么着也是借我的名义开的。 万一被你开黄了，岂不是砸了我温晋城的招牌？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，你们看嘛，我说我没有盲目自信嘛。那你还愣着干嘛？你不是说了要重新追我吗？师傅，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？嗯。 着急的话，我有话对你说。龙助理，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？好啊，你要做我女朋友？啊，不是不是。 是你可以做我男朋友吗？哎，也不是，女朋友、男朋友，好了，我做你女朋友。真好，看来现在受伤的只有我一个了。